难道你不想继任了吗？我当不当城主跟走不走花路有没有意向都没有关系。一个贤明的城主是不需要做这些来证明自己的，他只需要善良宽厚，一心为民，就能够得到臣民的爱戴。房间等我吗？你怎么跑出来了？是祥月。哎呀，祥瑞之兆啊！天降祥瑞，佑我花园。天降祥瑞，佑我花园。真的是他对了，是我错了。乱世也心难，你要赶我走吗？你不要我吗？我跟你说过的，我会陪着你的啊，我不会走的。可你有你自己的世界，我已经陪不了你多久了。这样也挺好的，免去了生离死别，回到你原来的世界去。北京，扶少君回去。花园城二郡主陈楚楚历经磨难，终于登上城主之位。陈楚楚在继任大典上，天降祥瑞，日月同辉，天门大开，异彩满天。晚，难道我真的只是做了一场梦？我醒了。
哎，小千啊，剧本什么时候改完啊？哎，小千，不是我催你，就是你能不能提前两天交稿啊？韩影帝那儿还等着看呢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他提的意见你可得参考落实。真的是在做梦，那韩说不存在吗？喂，张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可能要脱稿了。脱稿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刚刚失恋了。你都没谈过恋爱，你从哪儿失恋了你？我的意思是，我感觉到我故事写的确实不太对劲。我明白当初韩老师为什么那样问我了。我以前确实不懂爱情，不过现在我应该懂了。小千啊，你也别着急，我们呢现在有时间了啊，我们得晚三个月开机。三个月？为什么？也不知道怎么了，韩老师前天晚上啊突然发生点意外，出车祸住院了。他怎么样啊？哎，也不用担心，他命大着呢。医生说只是伤到了肺，只要再休养个三个月就能正常拍摄了。张总，韩影帝在哪个医院？我去看看他。我听说你出车祸了。哦，没什么大碍了。不得不感叹现代医疗技术就是好啊。这要是搁古代，肯定就没救了。那你还记得车祸是怎么发生的吗？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，
我只记得有一束特别强烈的白光，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那你还记得七夕节的时候你在城中放烟花？五环以内不准燃放烟花爆竹。不是，我不是说现在。那你还记不记得我为你执行集到龙谷啊？第一，我是被车撞了，没有你说的什么心急。第二，编剧老师，你要是偷东西了，我希望你尽快去警察局自首。不是韩硕。韩硕。啊，楚楚。陈芊芊。橙子同学，我都这样了，你还在跟我对剧本吗？会不会入戏太深了呀？打扰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楚楚，陈芊芊，橙子同学，我都这样了，你还在跟我对剧本吗？会不会入戏太深了呀？橙子。交稿那本没有成，他就是韩硕。香蕉，你怎么又来了呀？你，你离我远点啊！我警告你啊，你别过来！你不知道有多恐怖，就是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冲过来。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什么苹果、香蕉、橙子，就我现在脑子里多了很多不属于我的记忆，还都是你。你能明白吗？我现在分不清梦境和现实，所以你最好还是别过来跟我碰瓷啊。太虎了。虎吗？我们的韩老师啊，简直是太敬业了，醒来的第一时间呢去找编剧聊剧本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我们这部新剧。等发消息的时候呢，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夸赞，不要忘记我们韩大影帝的这种敬业的职业精神。哎，来来来，哎，请。哎，别急别急别急啊，两位老师简直是太敬业了。哎，这是深入探讨剧情啊。好了，别拍了别拍了。哎，大家别拍了啊。今天呢，我们的采访就到此结束了啊！